咱们今天来家庭调酒，我们已经开了这么多红酒，然而一个都喝不完，喝不完放久了，它可能本身的风味啊、香气啊都有一些变化。这种情况下呢，是做调酒是再好不过的。今天的这些 recipe 呢，都是胡来的。咱们先来做一个 sangria， 它是有白色的版本和红色版本。咱们今天大罐这个先做一个红的版本，选择用黑皮诺。大概一半吧，然后呢，水果啥都来点呗，都来点。油露露，现在丢的是啥？蓝莓。哎呀，溅的到处都是，来，混合梅汤汁。铁。哎，真是逼死强迫症。梨多丢点，因为现在是梨的季节，来点平平。哎，我洗手了，我不知道哈。那我刚刚还上厕所了呢。有没有用泡沫？我不知道。平平，程程，程程也来点，都来。让我想起了乌鸦的故事。啊，对，这就是怎么喝嘛，它怼上来就喝上了。来，柠檬，绿的、黄的都来点。然后呢，加点橙汁儿。这个就泡着吧，看看呢里面的水果的香气才能泡进去，所以我要先做这一杯，来一个白色版本的，回忆一下它。对，它算是白的，里面空口喝也非常好喝的。酸苹果爱好者，洋昂斯，然后把各种应季水果加进去就可以了。维达尔威士忌，因为它除了有冰酒特质的果香味以外，还有桂花香，然后所以有两相用，再加上冰酒本身非常甜，所以混了那个气泡水以后，刚好能中和掉它的甜味。我放了1.5盎司，哇，好好喝啊！这个哇，我突然觉得冰酒就应该这么喝哇！冰酒，来来来。所以它不加水果了吗？不加了，嗨爆就是酒和气泡水。改良版本的 Mojito， Mojito 最重要的就是薄荷叶子，想把它的香气散发出来，就是揍它，它的香气就出来。然后再加白葡萄酒，怎么还是用 Sauvignon Blanc？ 双喜，两个青柠，戳一戳，Lemonade。柠檬汁，所以你用的就是很正常的配方吗？嗯，不知道，我自己随便来的。我没有加冰啊，那是因为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冰过的，所以大冬天嘛，咱也没加冰啊。还可以，就是我觉得已经就有和这个有点像，这个和这个有点像，可能都因为加了柠檬汁的过之前。尝试了两次这支 Marine Rye， 他一直都说这个酒有一股臭鸡蛋的味道。那咱们看一下这个他不喜欢的酒加了可乐，是不是会变得好喝？这就少加一点1.5盎司。哦，对，还是那个味道，那个熟悉的配方，我远离你，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加上万能的可乐。就是可乐嘛，可乐果然是万能的。换给你，恶弟，这是恶弟了。Late Harvest， 2盎司。我觉得这个要加冰块才好喝。我觉得要加块冰。哇，神奇般的好喝哎！哇，那比刚才的冰酒呢？奇妙啊！我还是喜欢冰酒，因为我喜欢有气泡的，加绿茶加气泡水。你的分量要不要控制一下？满杯满杯的。
我这个店不是黑心店好吗？我都是给客人满杯的。哎，最后咱们再来试一下姜汁汽水，相思 Marine Red。啊，这支是柳泉的。哎呦，有一种不祥的雨。这也不难喝吧？嗯，好神奇哦。嗯，好喝的哦。是完全的把那个丹宁给消化掉了，感觉。哎，这个咱们就少来一点。这是刚刚泡好了，已经泡了十几二十分钟吧。来试哦，喝的时候可以加冰。这别拍了啊！尴尬的时刻，当然要拍下来。只要我不尬，尬的是你们。哎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多了多了，你前世是猪。嗯，你先喝一下。嗯，这么难喝，要不我就给喝。喝一下，甜的那个不够。这个，嗯，好喝。心目中第一，我们俩的。对，今年的那个冰酒加气泡水，很简单，容易做又好喝，这就是我的原则。我来说呢，那肯定最佳新人奖一定是这个。姜汁汽水加红葡萄酒，对，这是排这个冰酒第一，他们都差不多。今天准备了垃圾食品炸物，因为什么呢？配气泡水就是炸物。先吃这个鸡柳，他家的我就是觉得越来越咸，以前炒我就觉得好吃的，现在烫吗？我忘蒜了，我忘吃蒜了。你等等我啊，真好吃啊！蘸番茄酱还是蘸它的？蒜末。多咸吧！我们可以吐槽一下，不理我呢呢。我觉得你吃东西，我怎么理你啊？手遮着，刚才那是鸡柳，鸡柳咸了，这个呢？是，也咸。洋葱串，你都喜欢蘸蘸酱，这只神奇的存在。啊蘸这个塔塔酱，鱼的话咱们就别就算了。不是鱼是不是应该没那么咸？它是你到时候看沾点了，配吗？配吗？是红的配还是？就是你吃垃圾食品的时候，你喝什么都配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那个油腻，还有那个咸，你迫切的想要一个东西，然后把它压顺下去。就你喝什么都配，嗯，当然喝带气泡的更配。不要看这一面，我的书我把它烤糊了。